我亲你手中的钢枪，让子弹穿过敌人胸膛。起来，将手中的大刀擦亮，用头锋斩断敌人脊梁。英雄儿女站起来了，用生命凝聚新的力量。鲜血浸透了我的军装，眼泪划过战友的脸庞，用血和肉浇筑的城墙，有坚不可摧的力量。哎呀，真香啊！啊，哎，子越，没想到你做菜做得这么好啊！我先尝一口。哎，你别动，还没出锅呢。这不都已经熟了吗？对，我先尝一块嘛。你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哎，你们都等会儿。啊，等会儿，你快点啊！这味儿太诱人了，多等一秒那都是煎熬，你知道吗？你这碗是给谁的？队长的呀。不是，你给队长留这么多呀？怎么了？队长那么辛苦，当然多吃点了。我说子越，你说我们这每天执行任务，早出晚归的，也挺辛苦的。你就这一碗就盛出近半只兔子，我们这太不公平了吧？我说公平就公平。哎，你吃吧吃吧，这是你们的，拿吧。五羊，你先吃。真香啊。天天工作那么辛苦，你看你人都瘦了，你就当是给自己补补身体吗？这肉有点太多了，给兄弟们一些吧。嗯，什么东西这么香啊？哎，来的正好啊，尝尝子越的手艺，兔肉。哎，队长，我那是给你的。嗯，在外边就闻见了。子越，手艺不错呀。嗯，真的很好吃。哎，子越。你没吃饭吧？来，坐下一块吃。啊，不吃了，你们吃，我吃过了。哎，
说说，队长的分量那么多，我们的分量这么少，牙缝还不够塞呢。这真是猪八戒吃人参果，味儿还没尝尝呢，全没了。哼，你们觉不觉得子月喜欢队长啊？嗯，我也这么觉得。你没看见刚才子月给队长盛那碗肉啊，一大碗满满的，顶咱们两碗。不，你们意思是说子月会喜欢上队长？你又没谈过恋爱，你不懂。我怎么就不懂呢？哎，你说是子月，他怎么可能？那不可能。子月，这兔子肉挺香的啊。你刚才不是挺高兴的吗？怎么又生气了？又不关你什么事。我子月，你对队长这么好，不会是喜欢上队长了吧？没错，我就是喜欢他。不是，我说子月，你说队长那么严肃认真，你真的会喜欢上他？我就是喜欢他。队长作战英勇，智慧过人，是万里挑一的人才。在我心中，他就是一个大英雄。虽然他这么厉害，但他一点架子都没有，心细又很会照顾人，给人特别多的安全感，又很温暖。反正他的好处是说也说不完。怎么了？不喜欢队长，不可以啊？当然不可以了，子月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干什么你？对呀，你捂他嘴干嘛？不是，他舌头闪着呢，你知道吗？我一会儿带他去看看啊。我没闪着我。哎，柳飞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跟你说，队长他是干什么？你们？哎，我说是谁？你这个大舌头是该治的。你才大舌头呢！你快这么去哪儿啊？走！哎，去哪儿啊？干什么呀？这干什么？去哪儿？我说你这大舌头的毛病啊，什么时候能改？谁大舌头了？我怎么大舌头了？我得把话说清楚。那仙儿跟队长那才是一对呢。我说柳飞，你小子真傻还是假傻呀？啊，我们当然知道聂队长和香儿是一对了，而且人家两个人是情投意合的。但这种事儿，你能随便乱说吗？啊，不是，你们也看见了，那子月多喜欢队长啊！我不跟他说，他不自作多情吗？我跟你说，你是不是傻呀？这种感情的事能直接说吗？多伤人心啊！影响团结，你开心吗？真是，这种事儿大家迟早会知道的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吴大哥，蔡大哥。队长召集大家开会，什么事儿啊？不清楚，那快走吧。同志们，上级指示，我们又有了新的任务。小日本这些年侵略我们中国，他们就打算把我们中国的矿藏运回日本，大量的金银铜铁都被他们掠夺。这不是明抢吗？是。小鬼子这些年勘察了中国大江南北的地形，把所有的矿藏绘成一张地图，交给了一个叫藤原的专家保存。如果小鬼子按照这张地图开采矿藏，中国会遭受巨大的损失。那这样，找到这个藤原，直接干掉。上头通知，藤原啊，已经快来朝阳城了。太好了，这可是个机会啊！不就是个专家吗？估计也没什么战斗力。只要我们找到这个家伙，就能够抢到图纸。队长，你把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去完成吧。好，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和白三。好，队长，我也要去。你也去。但是你们三个一定要小心呢。这个藤原，日本的军部非常重视的，会有大批的高手保护。你们来看，这藤原是从安庆出发的，如果要到我们朝阳城，必会经过新桥镇。这个新桥镇现在还没有鬼子驻守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所以我建议你们立刻到达新桥镇，埋伏起来，守株待兔，绝对不能让他们到达朝阳城。香儿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你知道子月喜欢你吗？你为什么这么问？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没跟我说什么，是我无意间听到蔡彪和吴颖他们说的。你说像子月这么聪明又漂亮的姑娘，对你有崇拜又爱慕，真是难得啊。所以我想趁这次机会，给你个机会选择。小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心意，我心里除了你，我
我跟你开玩笑呢。我是想趁我出去行动，你可以把这件事情处理好。我也不想他知道了真相之后受伤害，更不想大家见了面尴尬嘛。苗香儿同志，你胆子越来越大了，敢跟队长开玩笑。队长，香儿知错了。可是香儿，不管怎么样，这次任务你要多加小心，一定要安全回来。放心吧，有蔡彪跟白三他们一起，不会有事的。韩天君，商会药品被劫的事情查出结果了吗？正在调查，一旦有结果，我会马上向您汇报。哎，今天找你来是有很重要的事情的。韩天，我们大日本帝国之所以用武力奋力地扩张我们的版图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我们的国家领土小，资源不足。从我们第一次踏上中国这片土地，就被这片肥沃的土壤深深吸引了。在这里，有我们大和民族所需要的所有资源。为此，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专家队伍这几年马不停蹄地在中国各地进行勘测，把矿藏资源集中绘成图纸。这个大的任务很快就要大功告成了。太好了，有了这些矿产资源，我们大日本帝国就会更加强大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。矿质专家藤原先生为此专门从日本过来，花了2年多的时间在中国各地收集图纸和资料，把这些图纸和资料整理好后带回日本，根据我们的实际需要制定出一套最有力、最快速的开采计划。这两天，藤原先生就要来朝阳城，到东南方向80里的新桥镇。这样，你呢，带上人去新桥镇，负责藤原先生的安全。我嘛，要在这里摆上最好的宴席，迎接他。嗨，师兄。听说你的地下擂台最近赚得盆满钵满，师妹恭喜你了。啊，没什么，我这个擂台只是个小游戏，大和民族的皇军打下整个中国才是好玩的大游戏。我期待我们的游戏胜利结束的那一天。师兄的大胸怀，师妹自愧不如。师兄请。师妹的茶艺除了师父无人可及。谢谢师兄。哎，对了，上次我们去看望师父，师父说他的朋友藤原先生要来朝阳城，你准备怎么接待？藤原先生是师父多年的好友，他肯定不是个简单的人物。我准备明天亲自去新桥镇接他。新桥镇是到达朝阳城的必经之路。这样也好，师父闭关正在重要阶段，不能让任何事情打扰到他。我明天就去新桥镇见藤原博士，我一定要安全地把他带到朝阳城。那就有劳师兄了。Thank you.
听一下，镇上有没有好一点的客栈？有啊，大三元客栈是全镇最好的客栈。哦，那请问您怎么走啊？啊，从这边拐过去。哦，因为是找客栈投诉吧，我正好是大三元客栈的。我带你去。哎，对了对了，你们跟他走去就行了。好啊，你带路吧。哎，跟我来吧。好没，算好把证给我就行了啊！行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去赌，输个精光。你个败家子儿，再这么赌下去，这家店早晚得关张。你看，你看，你总和我发火，你老跟我发什么火啊？哎，爹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儿子最近手气绝对是好了。只要你儿子今天晚上去支了几个豹子，啪啪啪啪啪啊！就你那几个钱，小爷我根本就不稀罕，你知不知道？作孽呀！哎，掌柜的，哎，来客人了。几位爷，这是外地来的几个生意人，正好我遇见了，就把他们带来了。老黄，赶紧去后厨去做饭去。好好。哎，几位客官，里边请啊。哎，里边请。哎，几位朋友，箱子里面装的什么呀？是金条啊，还是金疙瘩呀？怎么还跟手绑着呢？来来来来，干什么？不要随便乱碰。喊什么喊呢？不动不动的呀！几位客官，我这儿子不懂事儿啊。抱歉抱歉。哎，几位客官，要几间房啊？我们五个人，要三个豪的房间。哎，好好好。哎，柱子，赶紧领客人上楼啊！好啊，来，请请我这边请，请这边请。藤原博士，既然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，我给您打点水来擦洗一下。手铐是不是先打开？不行，箱子里的东西关系到帝国将来对资源的开发。我们大日本帝国虽然五运长存，但是资源太匮乏，所以箱子里资料的重要性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是，您说的对，可是您这一路太辛苦了。那是没有关系的，我已经和朝阳城的军部联系过了，他们会派人来接我们的。等到了朝阳城，我才能放心啊。那好，我来帮你收拾。这帮家伙是日本人啊，他们为什么要打扮成中国人的样子？那老头手里的皮箱里面一定是价值连城的宝贝，要是让我弄到手，这辈子都吃穿不愁了。什么人？再动我打死你！爷，爷，别开枪，别开枪！爷，爷，兄弟，就是来问问各位还需要点什么，吃点什么啊？爷。有什么需要会告诉你，没什么事，不要上来。马上走，马上，滚！哎，马上。彪子，香儿，咱们到那之后啊，分头行动，客栈、茶馆都去搜一遍，一定能找到线索。哼！哎呀，我说香儿啊，这次啊，你就不应该跟我们出来。彪子，说什么呢？白老大，你就别问了。有些事儿呢，我还真不好张这个口。来，
你说聂队长他们这……彩彪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就想出来走走。别多说了，我们赶快走吧。香儿，哎，不是香，行，彪子，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赶紧走吧。哎，他跟你，喂，我这心操的真是。来到了。兄，这里就是新桥镇，咱们该到哪里去找那个藤原博士呢？你们两个分头去找，去找客栈。嗨嗨！哎，你们这里最好的客栈是哪家？是大三元客栈。你带我们去。藤原博士，藤原博士，您的手这是？哦。箱子里的东西非常重要，一刻也不能离开我的身边。啊，藤原博士如此敬业，真是让人佩服啊！这是应该的，请坐下说话吧。嗨嗨，请。啊，藤原博士，没有水了，我去打点水。好。你们的师父横天君还好吧？啊，师父他很好。本来师父是要亲自来为藤原博士接风的，可是师父最近在闭关，他正要和一个中国高手一决雌雄。横天君还是这么好比武啊！你们作为他的徒弟，不但要学会他的武功，更要学习他这种精神啊！嗯，您说的是。听说横天君的武功进步很大呀，我们在国内都已经听说了。是的，师父最近一直在闭关，不练天水流的最高境界。只是现在还没有达到，所以这次没能亲自来为藤原博士接风，也很抱歉。好，客官，菜来了啊！进来，请。请。二位路上辛苦了，一起吃饭吧。嗨。哎，你太不要脸了！你让我们干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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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面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过去看看去。好。哎，等我！太不像话了！啊，干出这种事儿，你还是什么？你欺负我们中国女孩？啊，你还有没有王法？今天是跑不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能乱走！大师兄，你们在这儿啊！快去看看吧，枪党跟老百姓打起来了。啊！不是，你们先吃饭，我去看一下，请多加小心。嗨，你去门口守着，不要让任何人打扰藤原博士。嗨，小泽，你过来。嗨，客官，您的菜齐了，请慢用啊。好，你们三位辛苦了，坐下一块吃吧。谢谢藤原博士。博士，我肚子不太舒服，出去方便一下。你去吧。横田道场，难道和那个日本专家有关系？这么巧！与其信其无，不如信其有。他们从那边来，咱们去看看。嗯。
定就是这家客栈，咱们来的还真巧。有日本人把门，咱们找的人一定在里面。好，我看看。彪子，把风，香儿，跟我来。好。想要的东西，我在这儿看看，你去客房找找。好。你们大清早就在这儿吃饭了。你怎么来了？真是太好了！松井君，你怎么也在这里啊？我是奉我师父横田的指令来接他的老朋友藤原博士的。这么巧，你也来接藤原博士？他在哪里？快带我去见他。好，跟我来。搜遍了，包括日本人的行李都没有找到。我们要找的什么资料？有人在我们之前下了手，难道也是为了这些资料？哎，不好了，小鬼子来了！鬼子来了？哪来的？不知道，而且来了不少。哎，要不咱们赶紧撤吧。哎，等等，走后面。好，走。藤原博士，藤原博士，死了！
身上的资料呢？快找找！少佐，你看，装资料的箱子是不是刚在博士手上的？现在手都被砍掉了，资料一定被抢走了。肯定是新子军干的。王军兵，到，马上带人去追，务必把藤原博士的资料给我找回来。嗨，走。少佐，这个还没死，他是藤原博士的助手，细城浩二。快，马上带回朝阳城的医院抢救。哎，快点！哎，抓到凶手没有？哎呀，凶手是一点线索也没有啊！哎，不过可以肯定，这事是新子军干的，下手太狠了。安宁少佐，你在想什么？有什么不对吗？确实有点不对，这不像是新子军干的，这不是他们的风格，他们不会用这么残忍的手段。况且，这个老板是被人用刀杀死的。如果是新四军干的，他们要的只是这些资料，绝对不会去杀害一个无关紧要的老百姓。看来，凶手一定是另有其人。那我们后面该怎么办？王金彪，有，你马上把新桥镇的保长给我找过来。哎，另外，把大三元客栈没有死的人统统找过来。嗨，走！哦，跟我走，快走！哎，哎，老大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为什么那些日本人全都死掉了？您慢用。什么人干的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和香儿看到的和你看到的一样。那些日本人和那个大三元的老板都死了，最重要的是那些资料也不见了。还有，这些人死得太蹊跷了，这些日本人竟然是被毒死的，他们的手还被砍掉了。啊，人都已经被毒死了，为什么还要砍掉手呢？我觉得应该是跟那些资料有关。到底是谁干的？下手那么狠呢？最重要的是，这个下手的人到底是咱们的朋友还是敌人？这个人应该还没有走远。为什么这么说？你们回忆一下，我们刚到新桥镇的时候，看到横田道场的人在跟老百姓发生争执，大三元门口还有日本人把守着，这就说明他们很在乎这个日本专家的安全。发生争执的时候，他们应该还是安全的。他们被杀应该是发生在我们来京不久。对，我跟祥儿赶到的时候啊，我摸了一下他们的身体，还是热的，应该刚死不久。你们的意思是说，这个凶手刚刚杀了人，咱们就赶到了，他根本还没走远。就是这个意思。不是，哎，白老大，嗯，咱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呢？这样，彪子，嗯，你呢，赶紧回去，把新桥镇发生的事情跟队长汇报一下。好，那我去了。我们两个人再打探一下新桥镇的情况，看看有什么可疑的人。太君，太君，新桥镇的保长。哎，好，来了。太君，王保长，哎，你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吗？
我们大日本帝国的一个科学家，死在了你们这间客栈，你们都逃不了干系。太君，我也是刚知道这件事儿，有什么事您吩咐，我一定全力以赴。少佐，这个人就是大三元客栈的厨子。 太君，你是这家客栈的厨子？你叫什么名字？黄贵才。这家客栈里有几个人在干活？最近生意不太忙，客栈里只有四个人。哪四个人？何掌柜、何掌柜的儿子何小满，跑堂的陈阿柱，还有我。今天的饭是你做的吧？是。有没有别的人帮你的忙？没有。 你为什么在饭店下毒？太君，你冤枉了！我真的没下毒啊！松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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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不知去向。 王金兵，哟，你马上带人把何小满、陈阿柱给我抓回来。嗨，王部长，哎，老秦，走，抓人去。啊，来，老板，来壶茶，上点点心。 听说了吗？大三元客栈出大事了，这怎么不知道？是啊，我也听说了。死了好几个人，何掌柜的也被人杀了。这死的人当中好像还有日本人呢，也难怪连朝阳城的小鬼子都来了。是啊，听说啊，日本人正在排查，到处找何小满和伙计陈阿柱。哎呀，你说这事儿怎么办？快看看。 你这人怎么回事？喊什么喊啊？老子喝酒，茶是瞧着起你。怎么说话呢？这是。哼。哎，这人怎么回事？吃我们的喝我们的，还冲我们发飙？今天啊，我们真是碰到鬼了。你是碰到鬼了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谁啊？他就是何掌柜的不孝子。 何小满，原来是他呀！哎，何掌柜，陛下，何掌柜。我们赶到客栈的时候，那几个日本人已经被毒死了，那客栈的掌柜也被人用刀捅死了。那些重要的材料不见了，很显然是有人比我们先到了一步，并且下了手。 只不过不知道这些人是敌还是友。王爷，你怎么看？我是这样想的，会不会有第三方的势力也在争夺这些资料呢？很有可能。杀死日本人，再除掉客栈老板，这些兄弟的动机到底是什么？吴影，彩彪，你们两个到城里，去找一下王二嫂，问他有什么线索。好，明白。 队长，那我先走了。好。队长，该吃饭了，我去给你拿饭吧。子越，你等一下。我有话想跟你聊一聊。好。哎，卖报！今天的报纸啊，卖报！ 小子鬼鬼祟祟，一定有问题。没错，要不然小鬼怎么着？
他干嘛？队长，你怎么这么严肃啊？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任务？啊，不是。我是想跟你说，咱们都是革命战士，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把日寇赶出中国去，只有把小鬼子赶出去了，我们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，你觉得呢？我知道这些道理，我也明白，而且我在上学的时候，我还组织过学生去参加抗日救亡的运动游行，我也正是抱着这样的目标才参加的中国共产党，参加新四军的。啊，好，你有这个想法就好。你看，我现在是这个小分队的队长，身上责任重大，所以呢，我必须专注于工作上，我不可以分心到其他的事情上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这些我也明白。可是队长，你到底想说什么呀？不是，子越，我是想说。队长，我明白了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打扰你工作的。没错，我确实喜欢你，我喜欢你高大帅气，英勇果敢，智慧过人。可是我还是能分得清孰轻孰重，什么事情比较重要，这个分寸我还是能把握的。我现在还不行，我们就等将来呗，反正革命早晚有一天会成功的嘛。刀似风，正义在我胸，荆棘飞舞，寒风白雪中映着光。剑离弦，坚定的信念，一腔热血奔沙场，写在勇，做英雄，仰天笑恩怨了。明月照路遥遥，清河一两年到，笑里藏刀，人心险难了。战鼓响，剑出鞘，男儿时间走一遭，豪情比天高，风萧萧，雨飘飘，浪滔滔，烟渺渺，热血沙场，生死本无常。战鼓响，剑出鞘，男儿时间走一遭，一生傲骨，豪情比天高。战鼓响，剑出鞘，男儿时间走一遭，一身傲骨比天高。战鼓响，剑出鞘，男儿时间走一遭，一身傲骨，豪情比天高。风萧萧，雨飘飘，浪滔滔，烟渺渺，热血沙场，生死本无常。战鼓响，剑出鞘，男儿时间走一遭，一身傲骨，豪情比天